妖怪！今天就先到这吧。 难道真是老人家来过？也对，这里除了我，也就他有钥匙。得去谢谢老人家。 我就知道是您，年轻人，住得还习惯吗？住得很习惯。 谢谢老伯，成功照顾，点心很好吃。我看这盘子应该很贵重吧，刚准备给您送过去呢。盘子，我要是用得起这么好的盘子，何至于给人看着破宅子呢？小子，你是不是碰到不干净的东西了？我杜鑫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从未做过亏心事，我不怕你。 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桃木，专门用来驱邪用的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妖怪，都不要靠近我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要读书了。如果你再敢搅扰我的话，我就去告诉捉妖师，让他收了你。东边。 无主，游侠之士，吃了我们的点心，喝了我们的茶，拆了我们的盘子，还说我们是妖怪。为了有别，觉得和自己不同，便是妖是怪。其实，我们又何尝不觉得这人类奇怪呢？赤烛落魄。哎，那你说？ 我们还需要替他打扫房间吗？扫啊！全靠这个读书人，咱们又变得千户家，要懂得感恩。枝干修密，清音树。妖怪！妖怪啊！